心。还好。嗯。嗯哼，哼，哼，有点鼻音啊，但还好。今天状态很好，今天状态很好。礼拜一实在是太不舒服，有点虚脱，然后整个就烂在床上，无法，真的无法直播。然后今天换一家不行了，一家累了，一家今天发病。他之前应该是胃发病不怎么说了，不然要用什么词？对啊，还好还好，宿舍组状况快好了快好了，我跟高英觉跟刘晓婷都快好了。一家今天才病严重，不然他前几天阴性欸，然后这几天阳性了，然后在更之前就是原本他跟高英元是一起阳性的，结果他是好像是假阳性，对啊，他比我还会立 flag。我一直在想自己讲，我好像没有直播讲，但是我一直说我是一天天选之人，因为他们三个都确诊了，好像疑似确诊，然后我都没确诊，我就是安好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，然后拿回房间拿东西啊，干嘛戴口罩是会戴啊，小心又会喷啊，但是就是还是去吸那个空气，吸的很多，吸的那个有病毒的空气吸的很多。我想说，那这样我再不确诊，我一定是天选之人啊！我才跟 Mina 说，这 Mina。还没有说哇，你真的很厉害！我说希望不是 flag。隔天我就开始喉咙超痛，然后那个确诊给你们看，那个多厚，就是完全不用怀疑的那种。哇，比较，就是会时不时突然间很想咳嗽，我有点小吸不到。小吸不到气这样子，那算后遗症吗？可是喝新冠应该可以减缓一些这样的症状，还不错，还蛮好喝的。没有想说那么难喝，以前都在就看那些确诊的人都在骂我，新冠超难喝啊！是确诊就不要喝新冠，太可怕了。不要确诊，不然要喝新冠，这太可怕，应该这样讲。然后喝。还好，其实没有很难喝，就是补品的味道，补品的味道。我觉得西药比较难吃，西药好苦哦，而且我又很不会吞药丸，就卡在那边一直溶解。OK 吗？我吗 ？OK 啊。今天没有发烧，对，前几天有发烧，发烧就是，我前几天连衣服晾衣服都没办法，就是。我就整天都躺在床上，然后然后啊洗完衣服要晾，然后要晾衣服嘛，就是要低下去拿东西，拿洗衣机拿东西，然后又要拿抬头挂这样子，然后这整个过程就是走了洗衣机到晾衣杆那边也没有几步路，两三四步，那样来回左右的头超爆晕，然后心跳突然大爆速，就是心悸，也没做什么，就很像激烈运动一样，然后就是。知道不行了，我衣服就赶紧把衣服丢回去洗衣篮里面、啊、洗衣机里面，然后继续躺。我真的没有办法。但今天好很多啊，希望不要出现太多奇怪的后遗症，不然那什么练舞啊，什么都很麻烦。真的是很麻烦。一家还有吗？一家发烧。谢谢练姐送了七副好运牌。对啊，好很多，好很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好很多啦。现在就很像那种感冒快好了的感觉，不是感冒。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我又瘦了，就是前几天我又瘦3公斤左右，然后
这几天有吃回来，但是我感觉不到，就是还是有那种飘来飘去的感觉。所以说一家回去二线偶像了，对，惨沦为二线偶像。帮一家喂火鸡啊！帮一家喂火鸡，哈，哈，哈，怎么喂？哪里喂？听一家说我收到快消失了，是啊，我大腿中段是可以两只手圈起来的。大腿前段可以重叠，不好受，不好受，要多吃点。最后一阵应该是就是可能就跟大家图片差不多，可能会一直咳一直咳之类的。啊，可是瘦下来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养回去。宿舍梦幻第二人还没去了，不知道他去了我们也可能不太知道，他可能自己偷偷阳性，偷偷恶心，他也不跟我们讲。OK OK， 先挂着。OK， 小晴还好吗 ？OK 啊，都挺好。大家都快阴性了，是王一家。我相信他过不久也是快阴性要好好休息。他这几天都很照顾我，哈哈，都是被照顾的人，像什么领餐啊什么的，他阴性嘛，然后他帮我们领餐啊，干嘛的？不是他帮我们去拿，帮我们领药啊什么的。其实我们现在都还不能出门，我们现在都还是算说是快阴性，但还是阳性。我睡客厅啊，对，我睡客厅。客厅现在中间有一个超挡路的床，是我的病床。我这一个人睡好舒服哦，而且还有就是那个早上起来啊还是干嘛，就会听到有人一直从我身边经过，或是因为他刚好在浴室旁边，然后也早上洗澡，然后洗脸啊、上厕所什么的都乒乓，全新体验，也会感受到天亮了，会早睡早起。客厅那个是你的床？不是，哦，现在是啦，但是那个床原本不是我的床，那个床不知道谁的床，没有人的床，立安那边，然后现在就是我拿来用，因为那时候是只有高中学确诊啊，然后就说大家快点逃离他，然后我就睡外面，不然我也不能睡哪。一起睡就好，我发现一个人睡还蛮舒服的。谢谢吉米多送我的掌声鼓励。对啊，终于有利用价值，他终于有除了沙包以外的利用价值。他不然每个人经过都揍他几拳。对，他又用来做沙包的时长比用来做床的时长还要长。你没有确保他不在家去公司了。他出门了。原本是这样，原本是高中确诊，然后就跟大家我们就隔离他，然后就好像疑似有症状，然后就也隔离他。哎呦，王一家疑似有症状，然后就来待在房间，然后我也有症状，然后大家一起出来嗨，反正大家都确诊了，就变成你独自在房间，或是不同区域这样子。可是我们还是有一起在同一个空间，他也没事，他的心绪还在啊，在
那床被揍了还没？它还蛮硬的。哎，它两面，它一面是那种纸草席吗？就夏天躺起来蛮舒服的。然后一面是普通的床垫，然后现在是睡床垫那边。啊，前阵子好像是放竹席那边在外面，超硬，揍起来超硬。Hello， 下班嗨，谢谢你们都送了掌声鼓励，差不多吧，那个床。我有一次好像就是前几天我比较严重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晚上半夜。一直睡不着，就是又睡着会一直醒来，什么三四点又起来一次，五点起来，六点又起来一次，七点又起来一次，真的受不了了。然后又起来又吸不到气，觉得吸进去的气全部都是灰尘，很不舒服。然后我就回房间睡，反正大家都确诊了这样子。那时候啦，就那一次回房间睡，不然其他都在外面睡。然后我又疯狂盗汗，想要很冷又盗汗，然后又不知道在干嘛。很反常，从除了那天以外，就没有什么睡不好的问题了。对啊，好好休息，其他都还好。对啊，还有请假，就是跟学校请假麻烦，就是实验做不到，真的是很就没有机会做到了啦，就少一堂经验。Hello， 季风亮。最近刚好也没有什么事，主要是就最大的事情过就是十多天，但是，也不知道还会延期到什么时候，肯定不是最近，就是最近还在确诊嘛，对吧？就希望不要太多奇怪的后遗症，应该是不会有，但是希望不要，时不时就吸不到气，然后心悸，然后快晕倒这样子，真的很麻烦。不管是上课啊，还是跳舞啊，都不是什么好事情。真的是太当初真的是以为我真的是不会确诊的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大胆，怎么样都不怕，怕了，已经怕了，又后悔了。不过真的就是像大家说的，就是感冒，就是说喉咙痛也没有说像是什么刀割一样，就是有同学跟我说，哦，要保重，那个确诊真的是喉咙会痛到跟刀割一样，就是每次呼吸都像是有刀子在划你的喉咙。我好像也没有这么不舒服哎，我也因为我西药吃的，这次西药吃的很少，吃中药比较多，所以觉得喉咙也没有痛成这个样子。会痛啊，就是普通感冒的喉咙痛。我上一波的感冒，就是感冒不是确诊，也喉咙痛也比确诊的喉咙痛还要痛，奇妙，蛮奇妙。但是身体精神状态来说，的确是确诊比较不舒服。然后就是因为这几天都在家嘛，就是一种。自然觉得是不是现在在放假的感觉，然后想要出去玩，可是又忘记说，我这次休假，是因为确诊我不能出门，所以才会有休假。哇，好想出去玩哦！因为今天教师节，学校放假，然后就看同学在预约说，要去哪里玩呢？要干嘛干嘛的？好想要出去哦！怪自己确诊啦，主要是新冠一号嘛，对，然后还有其他。中药，我也不知道那算什么，但是反正中药，以补身体的方式吧，就是轻微一号可能是算药还是补品，我不知道。然后另外还有吃一些补，就是强化自己免疫力的东西，但它不是药，是中药中医的东西，对。没这么可能，不太会可能。
偶尔一阵一阵而已。庆幸自己跑得蛮快的。哎、欸，廖晓晴开 server， 开 server。然后我们都忘记了，就是一确诊，好像就四周年就跟我无关了的感觉。现在已经从上一次直播，就是每几分钟就要喊一次四周年，好可怕的！现在已经完全忘记哦，四周年哦，再说吧，以后再说吧，不怕了啦。时间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充裕很多。我去拿卫生纸啊。Hello， 欢迎战士。哈，哎呦，嘿，哎，起来。等我手机。但反正以后是以后再担心，现在学校比较可怕，因为作业超难的。快的啊！哈？嗯，我想要回第一个村庄。我们现在几个村庄啊？两个，两三个，三个，三个。沙漠村庄，然后山花村庄跟。第一个村庄，草原村庄 ，OK。哈？哈？哦。我先。开始麦快啦！等这几天是算整，就是算是整天都飞在家，我就觉得说有很多时间可以玩电脑，但是就觉得没有很想玩。我没有一直，我这次的休假也没有一直在玩麦块，就是滑个手机，滑手机多数吧，然后躺着，不知道干嘛，然后玩一下鸟，然后还有什么？那些暴动的就是鸟，鸟会飞了。对，他昨天直接飞到冲到王一家头上，超笑。王一家直接尖叫，尖叫哎、欸，尖叫！对啊，然后是躺着玩电脑，躺着玩电脑也可以啊。我是笔电，可以躺着玩。然后就想要玩一些桌游类的东西，或者什么，我们还玩了谁是卧底。啊，然后还有 Uno， 我们前天都玩 Uno， 我们四个一起玩 Uno， 然后昨天是玩 Yami no Uno， 然后你们有看过，你们知道什么是 Yami no Uno 吗？我推荐给你们看，黑暗 Uno。超好笑，他其实是原本是一个就是有三个男性声优，然后日本的声优就是三个人一起玩，然后就是玩得很中二，出牌要就是要投入那个情境，就是像是玩游戏王那种感觉。什么？你竟然出了什么什么什么？那我要拿什么压制你吗？叭叭叭！然后就是要非常的投入那个角色那种感觉，要就是一个殊死战。输了这场游戏，你就会输了性命一样的感觉，没有错。躲喽，抽牌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。廖晴玩吗？
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。然后，想要今天晚上也来玩点什么？我想要玩你换我猜，就是用电脑，就是它手机有一个 app 是你换我猜 app， 但是它功能好像没有这么多。电脑有一个网站，就是很多直播组会或是 YouTube、VTuber 会玩的一个什么 Gothic 什么 Phone 之类的，然后可以宿舍组一起玩。好，我跟你们说，麦块啊，这东西我们已经升华到一个新境界，我又忘记上一次你们看到的是怎么样了。总之呢，我现在已经。刚觉得还给我开，已经在盖自动化的东西了。对啊，盖在附魔了。我也有在，我有在附魔，好不好？我附魔那个钻石稿，但是我忘记我把钻石稿丢在哪个地方了。那因为我们有在用很多指令，所以就是传授用的指令，就是不然我们一直在迷路，然后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，就是先找到这地方，然后传送过去。就很方便，也不会迷路，不会迷路，不迷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不然你挖什么资源都带不回来。然后，我们就，我算是有很多个家，我在雪地有，就是雪地的地方有一个家，然后在村，其中的村庄有家，在那里也有一个家，然后就会变得就是我乱丢东西，我忘记我把东西丢在哪里。毕竟我分类也不是做得很齐全。好的，那我来旋转我的画面。我喉咙状况还是很不好。我听起来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听起来长怎样。我就有一种闷闷的感觉，但是不会痛，就是有痰，有痰，然后这一个鼻塞样子。还没有啊，我没有嗅，我现在嗅觉很不灵敏，吃东西直接少了一份乐趣。不过还行，还行。换一个地方讲话，就是可能从这里讲话，从这里讲，然后从这里讲话的话，比较不会有鼻音。用上平常我用比较上面的，比较上面的共鸣嘛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比较上面的地方讲话，然后。你们习惯的声音是那样子啊，那可是我现在如果用那个声音讲话，会变得鼻音，会不舒服，像这样，所以就压低一点，那压低一点喉咙就会沙沙的，声音啦，听起来沙沙，不用担心，我喉咙不会痛，没事的。好，我要旋转我的画面。好黑哦，是怎样？我本人也没有这么黑啊，像这样，是这样。黑到爆欸！还是因为这个太亮。天然因祸得福，天然的烟嗓。真假的，这样很怪欸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讲话声音很怪。哦嗨，口哈鲁加入了游戏。Hello， 草莓酱。这就是我家嘛。我这边有风，盖了一个啊，盖了一个养蜂地，养蜂的地方。外送 TNT 吗？炸钢铁家吗？啊、还是炸刘小晴的农场？会很壮观哦。哦，还有地下室，漂亮吧？等一下我又。真的喜欢这个荧光梅，它超可爱的。它现在看起来会这么暗，是因为我把荧幕调暗了。
真的不是因为。确诊后有唱过歌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昨天到昨天为止都还在喉咙痛，我没有，我还没有睡过这一趴。不要。嗯，真的。哎、欸，我还找到了猫咪，啊，我家里面就有，哎、欸，对，我要。我先把我家的狗染色好了，就是它的项圈，就是拿染料对着它，好像就可以染色。那我们三个人都养狗，然后我们狗冲在一起，不知道谁是谁的。你不养狗？嘿，那个蓝色。我觉得我这样唱歌应该容易破音吧，我觉得变得比较难控制。嘿，耶，还变成蓝色项圈了，好酷哦！好，我的狗以后就是蓝色项圈的了。而且还有鸟，我的鸟又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我的鸟很爱不见，就是有去那种类似那种热带丛林的地方探险过，然后就抓到一只鸟，然后我抓到的。几分钟后就被骷髅头射死了、啊、然后再抓到一只之后好终于带回家了，然后我下线之后它又不见了，不知道想怎样，这辈子没有养鸟的那个没有机缘。我想去第一个村庄，我给他们工作。嗯，有点多垃圾了。还有找，我还找了，我还种了那个莓果。我当初的麦块目标达成了，就我找到了莓果。哈？哦，是吗？那应该是我吧？应该是只有我会做这种事了。那我坐在屋顶了，然后去屋顶要从外面，超麻烦。而且我的麦克不能打中文，超怪。然后我们就用我的很破英文勉强对话。哒啦，莓果农场。超可爱的莓果。真的是，先等一下。这个这一块是要怎么办？哎呦！我。莓果这个东西真的会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多。它会一直长，一直长，还不用特别去管它，不用收割，也不用还要收割了，但是不用去重新建、重新种它，超方便的。星期一怎么没有直播？星期一不太舒服，星期一正值确诊严重时期，现在就好了，现在就可以直播了。因为我声音是，我平常讲话的声音其实算蛮高的，就是音质是高的，然后细细高。我想以前就很羡慕
演讲的，现在我有点没有很羡慕，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。不用，没有演讲，其实也没有关系啦，不强求，就是小心不要乱许愿。那边讲，因为确诊。还有地狱嘛？这周没有火把，查一下。你现在刘小婷家到我家门有一个铁轨，因为刘小婷家在这。我家大门的景象这样，啊？没有，我要过去了。嗨，你在上面嘞？嗨。喉咙长也说，哎，我现在这喉咙出来听起来长这样，它不适合唱，它我觉得它不适合唱歌，会痛。再扯他会痛，为什么打我？哦，这床是怎样？好不舒服哦！没有，我有才几包。哦，为什么要？这是怎样？你为什么要把粉红色这张床放在这里？我也没有强迫症啊，但是这是为什么？可是你放横的在这里，这样没关系，还是放你把那工具箱拿掉。我们这样期待这个伺服器会有，就是床头柜。哦，好吧。他是不能睡，他这张床会受到阻碍。哼。这样我就会在你家重生。欸，其实你家根本啊，可以跳那个树，就可以跳到我家来了。Hello， 请。去那个第一个村庄，我记得那边有一些失业的人，我想给他一些工作。感觉会盖自动化的东西，有看到了，不揪欸。一只鸟，这里没看出有一只鸟，它没有名字，它是一只八哥。很庆幸我们这个伺服器没有，我们都不是屁孩，我们都不会去拆别人家的房子之类的。
们只会送礼物。对啊，我们就是 friendly friendly， 好爱哦。解一下工具箱。我记得纸可以跟地图师换那个。耶！这个是发红包好时候吗？哎，我也没有那么分心啦，哈哈。这里的人绝对没有多到我抢不到啦，哎。Hello， 口哈噜。对啊，你在泡水。然后黑羊跟深灰羊，还有白羊跟浅灰羊，超难分的。这一直乱跑，跑过去我都一律杀掉，超麻烦。啊！看一下我的钓竿在哪里。谢谢红包，谢谢。是谁？结果我跳没有跳出红包，同时我是出现在旁边，然后那个就不是出现那个墙，然后被那个我的对话框挡住。我要谢红包，然后哪里有红包，然后再把那个对话框移开，我直接按叉。你在哪？哎，见鬼！嘿嘿，你是高音乐家。高音乐家住在一个地窖里面，很土豪，还有养鸟。好啦，这是他的农场，绿色太可爱了吧，是 creeper 欸。猜他，我们要秉持，妈的没什么好猜，他太少了，猜起来就觉得没有 feel。那个第一个村庄在哪里？第一个村庄。重爆玫瑰了、啊、不要种树了拜托，这边超堵路还要种树，救命。改天这几天之后，高恩爵爷家牛就变牛排。我每股都要用不完。是高恩爵。扣下扳机，你拿了什么？弩哦。我也有啊，你在哪？谢谢庆送了凯蒂轩。哦。
我在哪？我在工作比较饿。我是先睡的。来呀，来呀。低啊！射到你啊！哎呀！我看到你了。哦，是你啊！嘿嘿。这些网咖一个小时多少钱？很不准哦。很准哦。怎么不能发射？哦，会死会死会死哦！逃逃逃！感觉挂机是不是？哦，那你去死吧！炉到底怎么发射？它是按一下就好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它不能再发射了？什么？哦，好。砍点鱼，需要饮料跟宵夜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确诊嘛，就是不方便吃那么多，这么多东西哦。就是，感谢，不要再让你被出境了。听起来是一条线的声音。过奖了，我一条线的声音就是，不一样吧？我自己讲话起来都觉得不一样，怎么可能？鼻音到爆，所以到底要不要去那个村庄？刚刚觉得在干嘛？啊，指令是多少啦？地那个什么，坐标是多少？我不能开低，我不能在这里开啊！我手机在那边啊。它充电，它没电了。谢谢，轻松了，好忧伤。呵。Hello， 包子。我真的是最不会用的就是自动化。出发！哎、欸，我前阵子看就是看那个 VTuber 的新闻，他说就是他们有资源服，哎，资源服是什么意思啊？要哦，他是怎样？资源服是可以，是可以。有很多资源是不是比较？资源。嗯。你都打错了吗？哦，你打 TP 白痴哦。冲啊！
Yeah, 我的家，另一个家。嘿嘿，我的猫咪，还有我的狗啊，它也是我的狗哎，应该要帮它换个颜色。嗯哼。又还没几颗，还好啦。偶尔也输哎、欸，走，这也都我的东西。我的钓竿呢？猫狗大战吗？他们都蛮不会吵架的啦，挺好的。啊，还有很多只。这是高云爵的橘猫，那、啊、这是我的，这只也是我的，那黑猫都是我的，这两个差不多是高云爵盖的东西。啊，算了，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。啊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我难得会出这种差错。谢谢庆送了幸运四叶草。又是制图师，跟他换个玻璃壶，超多高云爵的猫。谢谢主人送了缘分相遇。谢谢庆送一封信，怎么一直丢礼物啦？嘿，制图师的等级又提升了，就我把它又升，让它又卖到它又升级了。欸，它海洋探险家地图是一样的吗？高云爵，它又可以换海洋探险家地图啊，是一样的吗？不是，那是藏宝图。就是海洋探险家是那个有深海守卫的那一个。啊？哦啊，它是一样的吗？还是有不同的？哦，好吧。嗯。哟，干嘛嘞？我看一下。呵。这个罗盘吗？嗯，坐下来。放的东西，好像背包有点多小垃圾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是这样，堆肥箱，谢黑家人送缘分相遇，我的鱼竿呢？钓竿呢？嗯嗯，好，然后。
跳到上门。我的马呢？对，我的马应该也在这附近，但是它不见了。刚刚觉得马，你的马去哪里了？给你介绍，这是我们家这一间，那间都是猫的，是它的，我忘了。啊，是，我被打了吗？有海豚耶，好可爱哦！海豚在这里游泳耶，在很近的地方。我吃错东西了，这儿。好可爱哦！我要抓鱼。对啊，就是还有什么那个甜菜，有些也可以。鳕鱼桶，鳕鱼的。可以拿去喂海豚。怎么不见了吗？哭啊！这是哪？怎么惨叫？好吧，海豚不见了，白抓了。帮我盖一个自动，收割机。谢谢家人送缘分相遇。我就想说今天直播来找一下，我们有拿一个林地探险家地图，但是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绿林府邸在哪。然后绿林府邸应该也非常难，应该也是非常难打的。哦，对，白天的我要给村民工作。自建台。他是渔夫，我记得这个村庄还有一些没有工作的人呢，在哪里？人怎么那么少？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很烦欸，走开，走开，啊！
终于有这个。我们要不要去那个海洋冒险家地图？就我们之前去过的那个。就它有一个深海，有一个神，类似神殿什么东西的。然后也，就是可以去看看，好吧？那我自己去。绿宝石过多。嗯，然后丢点东西，不知道从何丢起。喝水，喝水。海豚，好晕好晕。雪鱼，你是我的了。Oh my god, 猫咪怎么来了？我们找海豚，海豚，海豚，还在啊？哎呦！鳕鱼桶啊！我有鳕鱼桶，来啊！哎，海龟也好可爱哦！我的天哪！海龟好像是喜欢海带的吧？哎，龟呢？好像是。为啥？好吧。欸，真的海，这个海真的很漂亮。它会过来吗？会过来吗？希望它会过来。再等一下。OK。Hello Sally, Hello 十一。先切换一下镜头。我们有了，在我手上。这是一个深海神殿，就是它有一个海深海守卫在那边，然后让你有一些挖掘疲劳什么一些麻烦的东西啊，应该就是一个小神殿，可以就像是那个林地探险家这样子，有一个绿林府邸这样子，里面有很多宝物宝箱之类的，可是不知道要怎么解那个什么。不知道怎么解挖掘疲劳，因为有挖掘疲劳就不能打他了，对吧？我们需要什么药？我记得我们家有啊。我记得我们家有那个
可以水下呼吸药水。嗯，我买在那边。还是他超怪，还是谁？你要死嘞！你。他是渔民之类的吧？把他放旁边放一个工作台之类的。如果在一个房子里面放自建台，我想说自建台有什么用？但是我今天先摸一个小时就好，那我下一次什么时候摸？今天礼拜三，你不继续播好了，继续播。有点希望普通的游戏直播。好吧，应该先做一下我的衣服。我现在就是装备很破。嗯。从高处跌落是谁？那你可以去我家拿水下呼吸药水啊。复活一家又倒床，恭喜天老师的，没有错。我觉得一家身体还不很好，还不错啊，应该很快就恢复了，相信他。那感觉就是很勇的人。这游戏还有一个很大乐趣，对来说还有很大乐趣就是钓鱼，我觉得钓鱼超好玩的。但是我在想我的。哦，对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牧场。再重一些。请问最后站着还是笑到最后？嗯，
想当初我也曾经是这样。我是以为我不会确诊，就是高兴的，完全是高兴的太早。还有这个这些漫画有个地方，这个热带海域超漂亮，真的超美。哎呦，什么景？吓死！吓死欸，真的是。中开，中一堆。哎呦，吓死我！回家了，哦呦，好多怪。嗯，啊，哦呦，他拿铲子，酷哦。是啊，哇！我真的是转过来，我觉得灯太小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还是转过来好了。哎，是蛮饿的。快筛就不会确诊。嗯，那还是会不舒服啊。啊！我真的好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哦。它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好烦哦。2020年是不是？所以，哎，这有一小批那个部队那个。那叫什么？兔子好可爱啊！哈？我冲了！哼！哎，在哪？在哪？哦，对对对。我确诊2次，没有确诊1次而已，好不好？什么？我吃到了，真是天才。病毒可能看了也表示，这是你来十几次中你的幻觉，笑死。
病毒也是很客气哦。真的超强，超级远距离。哈哈。经验值，但这不会掉什么东西，这烂的。这个看起来就是笨蛋干了别人好了，太过分了吧？这个、就有点过分。因为确诊有点算是确久了，然后。就觉得现在好像在放寒假一样，上学好累哦，啊！好了，会有无敌信心，然后把我带出去玩日，拍照都不怕，口罩直接脱。无敌信心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这真的有用吗？很好奇耶。但我不会想要去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为了想要知道答案，就去刻意的去确诊。哇！今天又走走风，我有点害怕，就是因为我确诊隔天，确诊，刚刚觉得确诊的前一天他就不舒服了，可他那时候快筛阴性，然后我那天有跟同学去吃火锅，所以我就有点害怕。就是，我妈妈那边的中医说，就是不要尽量不要吃那个小麦制品，很容易咳之类的。然后就，不能吃面，面最方便，但我不能吃面。啊，好啊。我要时间。哇哦。耶。十年后，小佩以为嘴巴是食品，不会。不可能吧，吃饭嘞、欸！吃饭，哎呀，把口罩拿下来，好害羞哦，这样子。这有一种小时候我们在听什么 SARS 啊，怎样怎样的时候，然后以后小朋友就换我们讲 COVID-19 啊，怎样怎样的。COVID-19， 哎、欸，你什么是 19？ 因为它在2019年开始嘛。嗯。超久，我以为是二零吧。大我现在在喝清冠一号。
我觉得可以弄个浓缩版的。我觉得难喝是其难不难喝是其次，它实在是有点饱。对，可以吃喝一大杯水的感觉，就是一般喝水不会吃喝一大杯啊，可能会啊，但是我不会，就是少少的喝，少少的喝这样子。这实在是有点太多。我回家喝了吗？哇哦！哇哦哇哦！是什么又有手？整形在我的沙发上。新冠不是容易拉肚子？对啊，哇！顾聊天直接摔死。他好像说就是，一天喝两次，然后，如果会拉肚子的话，就一天喝一次。还是我这是稀释过的，所以才特别大包，然后比较不容易拉肚子之类的，我不知道。每一家的配方不一样。嗯。老板自己有找中医师配调配类似新冠一号的食水药，嗯，对，那应该是小配方不太一样，就那几种药材，然后可能。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，因为中药感觉就很看体质。我家，你是谁？让我耶，拜拜。你的那边对面那边没有矿车，对啊，我可以按发送啊。好，他送回去了。不用啊，你说你家吗？哦，对啊。然后放个箱。哦，也是可以啊。去香的农场。今天一次直播吗？应该分两次，一次有点太累了。噔噔噔！嗯，那头发超长，但是真的不好看，就是一定要有个。帽子啊，或是绑起来，它完全它放起来是可能太远，所以你现在不能去剪头发，它很长哎、欸，你仔细看，就是这个头发如果是因为它现在是卷的，它如果拉直的话，就是已经在。已经进去我的衣服里面，衣点里面了，到这了，后面。对啊，体力不行欸，真的是不行，希望不要影响到练舞。
真的是很麻烦。嗯哼，你确定这是第二次什么时候播吗？应该没有确定吧。嗯，你们这一班还有直播吗？什么时候？哈？礼拜五。好吧，问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播，哈哈。我刘晓庆载的模组，他的麦块跟我们长得非常的不一样，看超可怕。那小青没有播，宝藏少女是礼拜六播吗？她是礼拜五哦。宝藏少女超搞笑，太过分了啦，好爱哦。哦，嗨，怎么在这里？礼拜五，他礼拜五播。我矿车在我的铁路那边。你知道我铁路在哪吗？要对，但是很近的，就在那，就是那个四个火把旁边。哈？哈？不可能吧？你是残血哦！对啊，所以我想说我回家吃东西。小心在接什么？小心在客厅啊！怎么了吗？谢谢。超白痴是。书。那书柜这个东西，这个方块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可以多做几个。Steven， 之后你也在忙哭啊？他不是礼拜五吗？五六都有 ，OK， 还好啦，一次跟不到，也不是。礼拜六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平常礼拜六不是休假吗？还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？谢谢 Steven 送的会员票。嗯嗯，声音好沙哑。嗯。哎，高恩姐，你不是说附魔台旁边书柜越多会越强吗？应该是。啊，现在再放还有用吗？还是它一定要重新？哦。啊，附魔台要怎么打掉啊？钻石岗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去哪了。我掉在这里，放一下。我不知道我钻石岗去哪了。嗯，是我把父母台放到楼下去。
有范围多少才有用吗？还有说吗？刘晓晴送夏日冰块，我看三期真的吗？我还没看到，有见过面，但是没有讲过话，好期待哦！他们看起来很眼神很清澈哎，好喜欢哦，好期待哦。期待他们这些新鲜人。还没社会化，社会化是不至于吧？但是就是社会化感觉是一个不错的词语，他们应该已经社会化了。但是，应该说我会希望他们，如果他们没有，我也是希望他们社会化，那基本上应该都是吧。他有一位是跟我生日超接近的，是最小的那一个。对，他好小，我记得2010年生的。2010是什么？是什么？2010是我侄。2010是我不知道有谁，但是很惊人哎、欸！怎么会呢？2010，很惊人的小，很不能想象的小，才11岁，我们最大26岁，26岁这样子都可以，算是可以当他妈的。也不知道他12月，他是后半年的，虽然是偏，他是小姐，他是国小嘛，真的是很惊人。朋友牛。差我一天生日，我还是这一整年最后一个生日的，哇！好想要撞一下生日哦，因为其实我特别少数，特别少人的感觉。哇，怎么会这样？2012最印象深刻是世界末日，对啊，那时候说世界末日，玛雅还是什么玛雅历还是什么，说世界末日那天，
我记得台就是天空还有那个就是一丝一丝的光线，台风蛮常会这样子，就是阳光会这样子一丝一丝的洒下来，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就说会不会，我就那时候就说是不是世界末日，是什么神的救，是不是有神来救赎了之类的。我妈说你想太多了。嗯嗯，对，我是遇到什么重大活动都会延期，我都会觉得，像上次那个，就是握手会，还有那个，现在是什么4周年，都要来延一下。你们会喜欢萝莉吗？超怪的问题。好，我好听他们聊天的，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就只有自我介，他们就自我介绍而已，就是不是就是很拘，都是大家都很拘谨的。我想说，我想看他们放松闲聊的时候的样子，感觉就比较没有压力，比较。正常自然一点。我目前听起来就觉得大家都很有礼貌，就是小干粉就是很随性随和的聊天。对啊，有姓黄的两个哎，还一次还一次还来两个，但是就没有姓陈的了。直接思雅成为最后姓。他很神奇，姓陈的竟然会是他，姓陈的不是感觉应该要最多才对，结果没有，稀有稀有。你们在干嘛？好，等我。我过去了。会不会凑齐所有县市？凑齐所有县市四个人吗？你是说还是说以后？以后才有可能吧，现在不太可能。可是以后的话，那也要我们还在呀。如果有四期生，然后我们还在的话，台北一定是最多，不用想嘛。但是，就比如说假设四期生进来，但是我要毕业的话，那就是。台东又可能又这个缺又难找了，也、欸、不知道真的很好哎、欸，三期生不知道会不会有多少人，还或是有没有要住宿舍，有的话那真的就是会变成宿舍最挤的一天，对啊，新宿舍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猫？我的吗？是我的、欸。十二星座还有什么可以凑？我想想，十二星座一定是有的嘛。然后，十二生肖，哎、欸，十二生肖嘞，十二年的还好吧？可以吧？我们应该可以横跨十二年吧？我们现在最年长是属什么？卢卡属什么？机器属什么？你们在哪？
还是谁谁七七还是谁？哦，我没有搞，我没有搞了。嗯。其他都是鼠，对啊，那如果哎，2010年的也是，哎，不是，相差12年就有了，有吧？有啊，有啊，一定有啊，2010都有了，十二生肖，可以，对啊，早就有，对啊。我不知道现在最年长是谁，就是知道几个年长，但是不知道是最是谁。啊！你在哪？你在下面吗？上面，算了，麻烦了。卢卡在一起啊，卢卡嘛，卢卡，反正在1995吗？1994，在二期车上面放一期车后面，好像是这样。对，所以不完全是按照年纪。好久没有跟大家吃饭，这疫情感觉我已经隔离一个月了，体感一个月了，明明才隔几天，真的有一种体感一个月的感觉。我的声音真的是很性感，还是怎样？嗯，好沙啊、哦！那种就算喝水了也很，一直喝一直干。
什么时候变第一个吗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怎么可能？我那么年纪偏算小哎、欸，算吧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好了，我天哪！我今天先播到这里。时间过得真的很快。下一次也是突袭开播，好久没有这样子了。这个自由的女人。2010，可是我前面还有那么多人在吧？是不是？有高音爵在，我就不会是最老的啦、啊。啊？我会，那我说我什么时候会变成，就是 TP 里面最年长？我说还久，不可能。有高音爵在就不可能。是不是差两月？那还是，反正我又不是最年长。我们差不多岁啊，至少不是两个。哈，我是顶皮馅料最年少哎、欸，开什么玩笑？王一嘉也在啊。啊，王一嘉不在现场。吃完这句话，明天就毕业。好哎、欸，不带一下，不揪，我要啊。你们为什么？我一看一下直播一幕，你们就不见了，是这样。是一只猫在这里陪我。你们是往下走了吗？哎、欸，那边有那个哎、欸，有那个哎、欸，木头的。那边的深怪砖有去看过了吗？深怪砖。有吗？这里有一片，有遗迹啊，也你们有来过了，是吗？谁啦？谁在吵？一家活的还好吗？一家活的，嗯，我也不知道，他现在在房间休息吧。他在房间，不知道在休息还是干嘛。他在房间，希望他是在休息。送个礼物，请爸爸敲个门关心一下学姐。要吗？我去看一下。他应该在喝清管，哈，坐在面旁。哇哇哇！第十名是 Pat， 第九名是刘建谷，第八名是 CQMK， 第七名是竹轮，第六名是吉米周，第五名是刘小琴，第四名是 DMJ， 第三名是黑嘉伦，第二名是 QQ 男子，第五名啊。第一名是庆，谢谢。这样还 OK， 应该吧。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有啊。是吗？大家保重，我没有问题，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我们绝对可以做到。我们确诊者联盟。
谢谢谢谢大家。她当保重少女 ，OK。身体健康很重要。你们在哪里？你们下去了。你们在木头这边哦，还是你们要踢踢我？还是你们看过这里了？可这边都插满了火把哎。我踢踢你们好了。爆炸！哇哦！你们有多的钻石稿吗？好吧。这有好多黑曜石哦。还好，算了，好麻烦。哎，怎么有狗？我的狗哎，怎么在这里？它可以让我坐下啊。怎么会？bug， 他们还生了小狗，好哦，太多火把了，大家。还没，好，我要关了，大家拜拜。